二人海龟汤，越玩心越慌。今天是我们智人海龟汤的总决赛季重播，两位选手他们是来自休斯顿的杨爽。大家好，我就是杨爽。还有来自回龙观的甜蜜。回龙观，回龙观，早晚超过天通苑。下面请听汤面。老大出车祸死了，过了几天老三把老二杀了，请两位推理。你这么说话呀，烘托气氛，明白吗？请两位选手根据汤面轮流发问，我只回答是或否。杨爽，他们三个是亲兄弟是吗？是。甜蜜，甜蜜，你这么说话是故意的吗？哎，是啊。那我还想问一下，就是在上期的该我问了，你说啊，该我问了，轮流问。我刚才不是问题啊，你甭管是不是问题，你问完了，人家主持人回答完你了就结束了。你抢什么呀？你抢什么？你没日子问了，你没日子问了。来，大家围绕问题发问啊，杨耍。老大是老二杀的，对吗？不对，扣分。怎么叫扣分啊？该问的不对，对，该你问了。会玩吗你？甜蜜发问。不会玩都跟着是。赶紧问问题。哎呀，哎，这椅子么滑下去了、没事吧？问不问？这三兄弟都姓吴，对吗？无关。叫无关啊？那另外两个叫什么？哎呦喂，人主持人说的意思是你提的这个问题跟这道题没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叫无关。他不是说只能回答是和否吗？哎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如果问题与题目无关，我可以回答无关。那你刚才也没说清楚啊，你不是就是回答是和否吗？你都没说清楚、那我重新问。凭什么你重新问？该我问了。那没说清楚，我怎么能重新问啊？来来，我们让甜蜜选手重新发问。老大是自杀的，对吗？都说是车祸了，怎么自杀呀？你自己开车把自己压死了，那你媳妇上回那车不就怼墙上了吗？那是自行车，你老提我们家事儿干嘛呀？那自行车就不能给怼墙，不能自杀呀？你本来就是不是，你抢什么话呀？你别老提我们家事儿，现在我不是自行车不自杀吗？来来来，我们不是辩论啊，我们是推理，好不好？媳妇在挖里那块儿就弄一自行车，差点出事儿了。弄什么自行车？你别提我们家事儿，你问完没？挖里，记不记得上回在挖里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们参加比赛呢，你问完了没有？主持人还没回答我呢。否。是西三旗是洼里那块儿，能不能别再说了？甜蜜问完了，做题先做人吧。你能不能把嘴闭上？杨耍提问，你把嘴给我闭上。他们三兄弟关系好，对吗？是。甜蜜发问，杨耍的媳妇儿把老大撞死，你有完没完？你再提个试试，主持人你管不管？无关。我让你管他。好，那请大家围绕汤面发问。还挺认真。废话，参加比赛你就要有个态度。杨爽，你态度好点啊。好，你两个别吵，别吵。老三杀老二跟老大有关，对吗？是。甜蜜发问。又该我问了。你还好好问啊。杨爽的媳妇和老三关一块了，对吗？你还得提个试试，再提个试试，你要干嘛呀？我问你啊，不行，不能提，明白吗？我过了能把我怎么着？不能抽你丫的，是吗？你动我一下，我就跟你家撕两半了。你还敢？回答正确。什么叫回答正确啊？因为老三每天睡在老大老二中间，老大不在了，老三把老二劈两半睡在了中间。恭喜甜蜜。主持人，谁回答你问题？他说要把我劈两半了，他说要把我劈两半，他没回答你问题，他不是回答你问题呢，你明白吗？关事的自己干的。主持人，由于不可控因素，节目停播了，祝各位安好。啊，那我讲呢？呸！我拒绝我。